不是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候去了美国？哦，怎么说？你看哦，我们去了美国之后就不用再办美签了，美签就不用美签。这是第一个。我们去了美国，然后离开之后，然后那个三 D 就来了。哎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前面看到消息，就是我们去了美国之后，就说现在要准备试验，就是一个种新的飞机叫轨道飞机。轨道飞机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它。从对不起，我先讲一下，从东京到纽约吧，我们的路线对，90分钟，对啊，90分钟，什么叫轨道飞机？你解释一下，就是没听说过，就是它不是飞机是平着飞吗？它不是平着飞，它是往上飞，然后到地球轨道之后再下来，但是地球是哦，所以上去之后你不用移动太远的距离啊，懂吗？所以你再下来之后就很快就会到了。哎呀，我们怎么没有早点想出这个方法？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很关键很历史性的一刻，所以什么时候是实行开始这个轨道飞机嘞？我不知道，应该还会很久啦，但是要价应该就是很不便宜，我的彩券就在开始去了。我意思说，但我听到这反应那么大，只是因为单纯就是坐那么久的飞机，我现在真的好。